平埔族的原住民，啊，毋捌管过家己的原因是啥？因为台湾人没有国际观。那国际从1830年、1840年开始在制造国际法，台湾人还在打猎，所以台湾人呢，含这个世界吼，跟他完全都不一样。我们只有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环境里面。平埔族有一个优点，啊嘛是缺点，就是安逸，就是平安啊，快乐就好。啊，干那要趁钱，食会饱啊，就无问题啊，啥物事拢无爱管，啊，互人管嘛无要紧。这是台湾人的个性。你甲看，国民党来台湾统治以后啊，是因为国民党太歹了，哦，尤其是二二八，台死台湾人，台死偌济，你敢知影？你要又看卖哦。到今日，无人知影讲二二八台湾人死偌济，而且足恐怖的呢。而且历史甲你骗啊，我甲你讲真的啊。郝柏村是讲只有几百个人，啊，但真正历史是几百的。我讲一个例啦吼，二二八，李登辉迄当阵伊甲立法，讲你二二八去互拍死吼，啊，我赔你600万啦。啊，有去领无？有去领，啊，几个去领？无甲800个去领，领迄600万。啊，敢若死600个尔嘛？哎，死800个尔。我敢若讲一个例互你听。1947年2月28号发生228屠杀事件。屠杀事件是安怎办的？你知毋知？伊个船啊，蒋介石派船，两个军团，一个为家人入来，一个为高雄入来。船一个入来，无管三七二一。在船顶就用机关枪开始扫，看到人就扫，看到人就给你扫。你甲看，有真侪人有经过二二八事件的人所写的册，你就看得到。啊，为家人开始呢，用机关枪，都路的人看到人就扫，那看到人就扫了，啊，莫名其妙就爱死就对了。二二八开始抓人的时候，安怎抓法？给你抓到。啊！伊无足侪手铐呀，用你的手摕烟线，甲你装，装一空。啊，过来后壁迄个我那个装一空，啊，跩规个甲连落去。而且用手心甲装空，你甲试看麦，你摕迄个圆珠笔哦，大家动看麦，看会听阿袂？啊，即嘛装规空了吼，啊，伊要甲你清查，伊歪了清查，你家人头啊！为头一个怎用脚甲踢落，踢落海内底。啊，这代你哪会知？因为老弟最后迄个啊，会晓受罪，怎爱挣脱啊？啊，无死。所以有写一本册，我所经过的228。安尼，这代志在老好，咱后边人知影。1947年2月28发生，经过15年。1962年，迄当阵呢，台湾省议会有开会，有一个议员甲问警务处的处长，伊讲日本时代伫咱台湾创的迄个户口啊，做较足好诶。啊，我请问，刚刚做的户口调查是有几个？台湾有几个人？警务处的处长伊讲。有户口啊，无迄个人诶，有126000，126000，迄当人口600万，啊，126000扣掉，台湾人去日本诶，去即个东南亚，去中国作战，39100名死亡，放伫靖国神社诶，差不多40000人嘛，39000人，啊，所以120000扣掉40000，差不多8万。迄阵台湾有一挂 homeless 就无厝诶，就是流浪汉呐，搁互你扣掉。
所以我的估计应该是死差不多六万到七万人，六百万死六万到七万人，等于是一百个死一个。啊，咱过去的家庭吼，像我的阿公、甲阿嬷生，我的阿姑、甲阿姨生十一个。我唔知恁有生几个，我相信拢足多啦。日本时代，咱的阿公阿嬷吼生囡仔拢生足多啦。所以一百个死一个，啊，迄个人对影响几个，上尾伊个家庭的影响，上尾影响到十五个、二十个左右啦。啊，刷落去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是啥物叫白色恐怖？就看到你就去掠啦，啊，无管理由的啦，掠去吼，甲你清杀了。含通知厝的嘛无，几啊天哦，尸体伫路边啊，才甲你通知啊，因为无人敢去甲收尸啊。你是迄个嘉义的车头，火车站迄个圆环遐，你去问看卖啊。嘉义发生一个就是嘉义机场的争夺战，我台湾人是我特别讲我真勇呢，因为日本时代都要被结束的时候，真侪台湾人有做兵嘛，所以懂得军事嘛，哎、啊，中国兵啊去拍过啊。是落尾啊，因为由于中国调兵来，用比较大的优势，啊，台湾人落尾也无法度爱导航啊，啊，我走去山，走去山啊，抓到，未甲你抓落，你免烦恼，伫路就甲你拍死，啥啦？伊第一惊你走，第二方便啊，惊你抵抗啊，所以安尼，台湾人为迄当阵开始。才有真真正正去惊到，惊啥？哇！甲你的后代讲，唔通插政治，政治不要管，唔通去读政治。所以台湾人落尾安怎？优秀的人拢去读啥？医生，因为医生甲人无关系嘛。但你看，这样很主席，在台湾从事于台湾的民主运动，从事于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大部分拢是医生，原因是为遮来啦。咱台湾人伫台湾这块土地生摊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想说，谁啊？咱的领导者拢爱中国人，爱用教育甲你怪甲你骗。刚林友刚讲的，中国人来拢是优秀的，啊！你看到几个？台湾人拢无优秀。马英九优秀吗？您感觉优秀吗？感觉优秀的举手。您无感觉才是奇怪。报纸拢写伊足优秀，你袂晓看吗？哈佛的呢，建中的呢，你有看无？你才几个读建中的，高中读建中，北一就举手，无半个呢。人伊读建中的呢，人伊哈佛的呢，安尼不优秀吗？当然不优秀。是安怎？伊建中是保障的，保障的意思是啥？唔免考试，你考零分嘛去建中去读。因为我来知，我甲伊共期的啦。我当时是第一志愿的初中读大同中学，咱台湾人吼都爱考试呢，为小学毕业就考呢，考入去第一志愿大同，大同第一个也是长春路遐，你唔在知无？大同三年以后，搁考试呢，搁第一志愿入去建中。我跟你讲，这拢足少人知影啦。建中迄年放榜的时阵啊，九百几个，九百二十八个款啦，我也记得安尼啦，九百多个。但是入去建中，光编做二十四班，一班五十个，安几个？欸，你心算遮歹。一班五十个，二十四班安尼几个？那就七百个，你嘛较拜托诶！哇，你也算出足可怕诶呢！一千两百个啦，二十四乘以五十啦，一千两百个啦。啊，头先我跟你讲，放榜是几个？九百二十八。哎，那加出来两百几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怎来？要入去建中是大家拢未呢？甲即马嘛是建中，我是第一志愿诶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呢。入去建中一百二，一千两百个，啊，真正榜单，迄榜单我还搁留着，
榜单哦，敢那报纸安尼，一本足大本诶。入去诶时阵，咱就感觉讲一班拢五十个嘛吼，啊，咱同学中间拢会好奇嘛，诶，啊，你考几分？啊，人嘛讲啊，你考几分？诶，有一阵人死都不爱讲伊考几分啊，啊，即暗度。但是经过一个月、两个月以后，感情较好以后吼，我阿问讲啊，你考几分？诶，我甲你偷讲，我无考，嘿。你不考，你能来考建中？你又真搞！我补上诶，嘿，补上诶！啊，我伫校大同嘛是第一名，我那边无补上。伊讲，因叫做乔啊，他们以乔生的名义补上。咱台湾人都考到要死，甚至有诶无钱，根本就免想要读大学，还读这个高中。哦，安尼好，你做其他嘛无要紧啦。啊，你总是有补偿嘛吼，有名额嘛，是吧？咱家己本地人九百个，因都两百几个，拢用补偿。所以，读好一年，考上迄个高一读书，马英九我甲你讲，三科无及格，尤其是数学四十八分，未当补考。数学四十八，所以马英九伫统治台湾的时阵哈。哎，经济创个遮歹，哎，原因有原因咩啦？啊，不要数学啊，你是要统计什么物件？啊，所以建中高二的时候，伊去读文组。文组你知？不是讲读文组无好啦，嘿。二十四班内底哦，有两班去读文组的啦，一班是拢总教啊，就是十八班。所以毕业是。高三的十八班是乔生一班的啦，啊，台湾人吼是十九班，两班两俩。以前我那个时阵吼，那读无好的吼，大部分拢去拣文组，不是讲文组无好啊，恁听好清楚啊，不是我那个意思。但是两班俩，二十四班落尾落第一班，剩二三班，啊，二十三班内底有两班是读文组的。啊！你大学伊考条对，你知唔知？台大对不对？唔是啦，我讲话负责哦。读淡江，我唔是讲淡江无好，但是伊排名伫淡江就是分数较歹嘛。入去淡江你啊，佫加加分入去台大法律系。迄年台大法律系，你佮变化蛮啊，敢若有一个人考无条台湾的律师，什么人？欸，你那头脑遐歹啊！敢那讲一个人，啊，跟你讲什么人，你不要讲哟。你通讯嘛知，我跟你暗示啊，你不要听什么人。哎，对啦，您巧，马英九无律师牌呢，呆呆毕业的法律系，敢那一个无律师牌叫做马英九。啊了，手机嘛关掉，我免音乐啦。伊落尾也是用中山奖学金去读哈佛，啊，哈佛伊讲讲伊伫美国的律师楼实习，哈佛法律系毕业的，敢有一张考无条美国的律师，名叫做，哎，袂歹，马英九，你讲这个人头脑是比咱台湾人较优秀吗？啊，伊通敌咱啊！他在统治我，啊！咱大家拢唔知啊，伊拢用媒体啊，迄、那个造神。所以后尾啊，马英九执政以后，又用一个政策啥？伊讲要欢迎中国嘅囡仔来遮读高中、读啥、读建中，哎，就要安排后摆要阁统治台湾嘅人，是拢中国人啦。啊，这套我们很清楚嘛。啊，台湾人是几个人知？侬刚刚看到报纸啊，好、哦，读建中、读哈佛。读台大，夭寿哦！咱就是拢吼，迄个低能儿的通知，伊真正是低能儿，我无甲你骗。我绝对有资格讲，嗯，读高中我甲伊同期的啊。按我咧讲，你就知我几岁啊？但是确确实实，他不是一个人才。伊咧算的时阵。有一摆我伫迄个啊，做台北车啦吼，啊小拄着，因为以前读台的时候，我也是很活跃的人嘛，
啊，看到伊都要对来打招呼，我得赶紧闪去边去。但是吼，边啊一挂查某囡仔叽叽叫，我就讲嗨啊，伊稳调的。所以调总统，报纸写讲70%拢是妇女票。来，我问你，你选总统有投马英九，请指的举手。奇怪，都不举手呢吼。啊不，伊是变啊，伊变啊，较侪票是为着来做票迄款。我讲啊，其实啊，投给他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当的一时迷糊嘛。来，再问一摆，你有投给马英九的举手？啊，一票尔，两票尔呢？奇怪，伊个调，我甲你讲啦，真正迄阵迄种吼用，恁拢吼，你听我话，恁拢是吼报纸迷惑去，被报纸吼造神运动，足厉害啦。所以中华民国报纸未使看啦。啊，我阁讲你互你听，报纸啥我未使看。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一举手。台湾哈？唔对一举手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唔对一举手。好啦，即摆较巧啊！我感觉恁前几章要今日开始就无啥共款啦。台湾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啦？当时嘛，台湾当时加入联合国无啊？加入联合国是啥？是中华民国的代表蒋介石集团入去联合国诶，所以台湾当时加入联合国。啊，所以民进党讲重返联合国一下，你个怎么重返也还回去不了。你重返，刚才秘书，咱都无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啊，恢复国籍，我们怎么恢复？你都无迄个物件，是变哪恢复啦？啊，你都无加入联合国，想要重返联合国，啊，加入联合国也不行。最近个一个新闻哦，你拢无注意看，伊讲台湾要求参加国际法庭的审南海的案子，有无？国际法能给你拒绝？我讲台湾这爱读国际法，咱跟他西洋同款。台湾有什么资格参加国际法庭的审理？台湾为什么没有资格？啊？哎，说话对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台湾也不是联合国的成员，只有联合国的成员才有资格参加国际法庭的诉讼。而且读国际不是安那读一堆，所以足济代志伫咱台湾发生诶，其实那真正对国际法有了解，都会知道讲咱台湾是爱安那行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台湾为即马开始，剩一条路尔，唯一的路用法律来，让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我只有讲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，我无讲独立哦，我嘛无甲你讲建国哦，因为这独立建国都不对，原因是这块土地主权什么人的？我伫日本。哇、哦！啊！你昨我咧上课一点钟，佮拢白费。日本天皇爷啦，你看昨上你惊袂记？哇，好可怕！你即马出去外口吼，佮人咧讲的时阵，佮啥咧学袂讲啊？我讲一片。所以我讲吼，迄本新台湾论恁爱读啦，唔是讲因为我写才叫你读。即马全世界有真侪国家，即个新台湾论咧翻译啦。我在讲的是战争法。什么是叫做战？什么叫做战争法？有册不？有你感觉有册不？有无？我跟你讲，战争法没有固定的条文的一条、二条、三条、四条，没有。渐进法，什么叫渐进法？它是由五个部分联合起来。第一就是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的总章程内底有关渐进的部分，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，
过来，美国的陆军总署 FM27 的那个条文3000几条，这个五个部分联合起来叫做战争法。所以战争法没有固定的条文，而是以惯例当作它的条文。所以这个战争法要读不简单呐、啊，真正足不简单的呐、啊。你即马迄个新台湾呢，是我已经整理好好，甲依条文的方式写伫内底，互你看咧。莫怪安倍，我最近安倍足有名，足有名。安倍去苏联访问，伊要甲讨迄个北方四岛，有无？啊，北方四岛，安倍去甲讨的时阵，普丁甲伊读一句话，伊讲吼：“你回去念书。”练好了以后再来，哎，足无礼貌的呢。安倍吼、哦、满头雾水，等于日本想无呢。啊，这块讲唔对啊，无，竟然叫我等于读册。啊，要读什么册？所以第二摆国家访问的时阵哦，要国家托北方四岛，普丁国家讲赶快的一句话：你回去念书。这下伊挡袂掉，等下日本要派伊的律师，叫做德永来找咱。来找我啦！伊讲：“哎、欸，是安那？这个普丁哦，叫我回去读册。我当然对回去读册无唔对啊！你即摆安倍，你迄个日本是啥物日本？唔是大日本帝国呢？是安那？唔是大日本帝国？因为1945年战败的时阵啊，麦克阿瑟将伊明治宪法甲修改，修改两条呢，第四条甲第八条甲改过。第四条就是讲哦，你日本天皇哦，即摆开始袂当管。”你这个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国家的代志，要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。所以日本天皇宣布，所有日本人变作日本天皇的国库民国民。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大日本帝国呢，这么叫做新日本国、新日本国。台湾在1945年4月7日。日本天皇宣布，依照万国公法，台湾实施明治宪法。为迄刚开始，台湾这块土地，人民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、臣民、大臣、大臣那个臣、臣民。土地是化作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所以那个律师来一家上课，咱的东西嘛，足侪有甲伊见过面，恍然大悟。我讲你等于去甲安倍讲，你若要讨，绝对无机会。啊，什么人才有机会？他讨，甲苏联讨，讨北方四岛，恁干嘛？恁想什么人有机会？啥？什么人？台湾嘛，你阿公啊，他都甲你讲过啊。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我们有资格去偷北方四岛啦。是安怎？法理上，咱有资格。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日本人即嘛是日本天皇的国民。来，我问你，听好清楚。大日本帝国今天还存不存在？你干嘛存在的举手？大日本帝国还存在的举手，啊，不存在的举手。啊，唔知诶，举手。我恁哦，恁伫遮有足多诶，我无一片。大日本帝国仍然存在，为什么？听好啊，只要日本天皇存在的一天，大日本帝国就存在。这国际法呢？啊，我问恁一个代志，恁阿伯去讲臭屁诶？日本天皇国籍是啥物国？国籍？日本天皇是什么国籍？是日本国籍的举手。日本天皇是美国国籍的举手。唔知啊，举手。老弟啊，你都唔知啊呢？所以你来来这读册，听清楚。只要日本天皇存在，日本帝国就存在。日本天皇是没有国籍，喜欢来无国籍，天皇嘛。跟他生活在天顶玩嘛，啊，所以日本天皇的子女有国籍无？没有国籍，所以日本天皇要去访问其他的国家，唔免提护照，
英国女王有没有国籍？有吗？有的牙齿，无的牙齿。哇、哦，你统理退推，天天都唔知啊呢哦。台湾人反应有够慢呐。当然，日本天皇也没有国籍啊。天皇哦，就是拢总无国籍的物件啦。皇帝拢无国籍个，啊，这物件拢我来先讲的。所谓的国籍，意思是效忠的问题啦。日本天皇唔免效忠日本呢，是恁爱去向日本天皇效忠呢。做兵是什么意思？你敢知啊？做兵，当兵啊，当兵就是效忠的问题。你来看哈、哦，美国有规定，你若去做美国的兵，做两年、三年以后，美国就直接给你美国的公民，这是国际法。所以有的人拼到要死，想要去美国去摕迄个国籍，免啦，去遐跳鸡蛋。等到他来有一天吼，伊要征求人入伍的时候，你就去遐入伍报到入伍，两年、三年，你就美国国籍个啦。这很简单啦。尤其即马最近吼，伫征求亚洲地区的人呐、啊，去当美国兵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估计啦，不久的将来在亚洲地区会发生战争啊。你台湾战争、中国战争，你中国人上好啊！你的台湾人哦，中国话拢足够讲的啊！找这人去做兵去中国作战。我跟你讲啊，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，有心的遐国家，拢老早在给你准备。昨个新闻嘛有啊，美国讲，美国一直弄日本，甲中国战。啊、你想看卖吼，中国会甲伊战无？会战无？我估计不敢打。啊，那阵真正怕小规模的战争。中国人95%以上的领导者的囡仔拢伫倒，拢伫美国，拢是美国人的爸爸。啊，你是变哪战呐？啊，战争美国人宣布一点了，财产拢没收。啊，结束了战争就结束去啊。我跟你讲，在国际上的一些局势啊，让我的台湾，我们是非常脆弱、非常微小。咱若要用武力去共对抗，绝对无可能。你唔通妄想，人凊彩一粒枪子，互你就倒啊！安尼要安怎？单死哦，唔免。你即马伫遮，你读起个法律，这是你全世界你上界好的武器，上界大的武器。用法理跟美国人对抗，跟美国人讲，这法律是你发明的呢，你写的呢，你要遵守啊。咱今日台湾民众跟美国政府就讲安尼啊，你要遵守啊，这个法理是你写的啊。所以美国真惊咱呢，全台湾这么多团体，他一个都不怕，他只有怕一个很小的团体。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咱的实力是还袂够，是安怎到即马为止，我们台湾民政府都不出头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忍耐，较忍耐一点。当然，咱这个人数够压，我们自然可以开始反应。咱中学生、高中生啊，伫迄个教育部咧抗议，太阳花咧抗议，咱查就怎啊出来替太阳花讲话。在美国跟人讲，你不可以出来。太阳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。你有错一个吼？美国民主的国家谁来违反？您听清楚。迄当时美国国务院就跟他讲，如果在美国学生冲到我白宫，冲到我议会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们绝对开枪。你学生去占立法院？去占这个叫做行政院，我讲迄就是脱序行为。美国甲我讲，你中华民国法律啦、啊，你若感觉这两无，你甲罢免啊？你为什么不用罢免，啊去甲占？你是要革命哟？所以赶快的道理，高中生去占教育部，我是赞成高中生哦，但是行为不对。咱有读法的人爱用法来处理。
这是迄当阵太阳花的时阵，跟这一次，即边啊，我着点点甲看。个人，所有的甲美国有关的人出来讲，伊讲他们不赞成这种行为。啊，拜登执政的时候嘛是同款。如果抗议的人冲到政府机关，我甲你报警，我一定下令开枪。政府机关，他会当互你去冲，你是革命啊嘛？安尼变安怎？变咧抗议变啊？我们要有一个管道。当然，咱即卖司法，中华民国的司法是完全不公道，迄是一定的啦。我相信即卖监狱有超7万、8万的监狱的人，超一半以上拢冤枉的。你们相信无？绝对是冤枉。所以，咱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律。所以，中华民国现主席这些法官全部撤换。我公开甲讲诶，我甲你讲实在啦，我的很多亲戚啊，拢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呢？阮家有两种人啦，我的家族吼两种人，一种拢是医生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检察官，就法律的这边的啦。我算比较不一样。所谓检察官，你知咱这样检察官有真侪来这受训有啊？你初级班的人要注意一点，因为初级班多来，你们的资料我还没有送美国，你们都还没有经过安全检查。你的隔壁你敢捌？你唔捌啊？你唔通留住址，予你唔捌的人。你若要留住址，到什么时阵？到你高级班毕业开始专训的时候，你可以留。要不然你留迄个主机、留电话，你唔知人要创啥。我当甲咱讲一讲，我们的初级班来去上课的人，诶，成员啊很复杂，有记者、有检察官、有警察、有军人，报社的记者嘛有啊。顶个月《苹果日报》顶一篇足大篇的有啊 ，A2 有啊，坐伫边啊迄个位置。相片嘛去翕去，迄我拢袂要紧。你看人伊记者来咧说写，拢是真的。干那迄个编辑啊，要求甲你写迄个标题啊，什么台湾民政府府40000人申请身份证，啊，这个府其实无好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你甲抗议的时候，伊安那甲我讲呢？因为坦白讲，我以前嘛做过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，伊讲吼报纸。我写一个服务啊，哈！伊讲吼，秘书长，我若写恁内容好的时阵吼，新闻局会处罚我呢，替咱做广告。所以标题拢做无好，啊，但是内底拢写好。你要看这内底里面所写的，对一项不是事实。啊，你不要看报纸，你要相信吗？你要相信吗？伊写讲来，你看麦，你看麦，照一段吼，足趣味的吼。即有当 AIT 吼，即 AIT 机怎么会有人相信？啊，这个 AIT 是啥物人？你看，门卫，过门的啦，过门的讲哦，啊，这个身份证哪有人要相信？啊，了后记者拍电话给 AIT， 伫上尾啊，来，上面。拉上去了，拉上去了！哎，来来来，过来，阿伯阿伯阿伯，等下，好的。苹果昨致电 AIT， 但至解码前均未获回应。官方不回应，讲咱的新闻件有效无效？啊，门卫讲这个无效，啊，你相信什么人诶？门卫是请的人呢，领导哪有请的人？你要甲相信伊讲的，伊讲有效无效是请你讲还是你讲的准绳？你听有无？太无效，咱的心情太无效。迄张中华民国迄张才是无效啦。所以我讲吼，咱的这新闻媒体，啊，这免翕啦。咱迄张迄个在你就有啊啦，这张就有啊啦，浪费时间啦。迄张有啦，后壁变过来，哎，在你有啦。
咱台湾民众啊，有一个好处，所有的讯息全部公开。你美国敢改？用你所有讯息全部公开，中华民国绝对唔敢甲你安怎？会够影呢？为2006年告美国，到即卖2015年九年呢？咱所有的人连一个被法院起诉还是叫法院甲你叫去都没有。你袂感觉咱是怪胎吗？对不对？你嘛是好胆嘞，但你无好，你的好胆是已经人经过足久啊。我觉得你嘛足侪人在咧观察，奇怪，去民政台湾民政府上课拢无代志，安尼我本来想看卖啊嘞。前两天啊吼，咱有一个东西嘛，迄报纸过，迄个媒体过出来。但媒体无啥敢报，伊要捍卫伊个厝，伊伫迄个厝吼，甲插美国国旗，啊，去互迄个也做法院吼，甲掠去。你毋知看迄个新闻无？有啊吼，插美国国旗有啊。迄咱个东心呢，迄就是伫头前伫做志工个，恁等下去甲偷看。伊11点发生个时候，伊敲电话话，我无代志啦，免烦恼啦。搁甲掠去呢？啊，掠去毋着暗时7点，甲送去地检署。啊，地检署有罪无？我甲你保证，你甲你问伊无罪，所以甲放出来。咱的车牌，红色车牌，去互人点甲密密麻麻，你有看无？安尼遐媒体，大家都伫甲你笑，伫甲你点呐。一间搁一间，搁一间，搁一间，什么东升、中天，都逐间都甲你修理啦。啊，咱真正迄个红牌，警察有甲你开单无？恁感觉有无？一张都无，一张都没有。警察的 FB 脸书底下，下下，台湾民政府迄个红牌可不可以取缔？答案是不可以取缔。那是代表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车牌呢，所以监理所警察拿车，但把咱取缔，把咱白牌了，寄去监理所的时候，监理所我给你保证，马上退行伊，讲这个不是我发行的，请你退给原来的人。在这个伊的花莲，全台湾拢同款呐，所以有的人去哦，车牌要放的时候。跟警察说，你要把我的车牌，请你注意，你如果把我这个车牌，你要负责任，你一定会乖乖的送回来给我。我以为警察多派，开玩笑，你这违法，我给你绑就给你绑，是怎样？果然经过两天，两个警察穿便服，不敢穿这个，穿便服摸车牌来，对不起啦，还给你。那同学，你给他倒了，再给他翕相。因为清平咯吼，翕相你嘛无效。咱有一个东西嘛，和咧泰山的迄个警察局咧，嘛是车牌六个人甲咧呢。伊讲你甲我绑试看卖啊。但是我要甲咱各位讲，恁高级班以后，恁有资格买一台车牌，但是你一定红牌甲白牌拢爱做伙挂，这真要紧哦。因为这个红牌无保险啦。保险公司要一个申请哦，中华民国不爱批准呐，啊，所以变成你两个人弄着爱赔啊，啊，要赔咩啊？爱用白牌迄个保险啦，你听有无？啊，你有个人足计较的，咱哦有个人足臭屁的，吼，我是台湾民政府红牌，咱即马外口你啊，请你等下吼，也请10点半以后你啊看麦啊，来遮专训的吼，你啊看，有几个拢挂红牌，我拜托你来挂红牌，你讲。我讲，我都无白牌啊！你想来无白啊？我都不爱立志啊！未使安尼啦！啊，我讲嘛，你讲啊，当心为这边听了，为这边走出来。啊，不过刚才我告安排讲实在话啊，警察全看你的牌，全挖过，不爱插你，不好啦！因为咱今嘛吼，卖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啦，所以。我们台湾民政府接政权是向谁接？
是向美国军事政府借政权，不是向中华民国借政权。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之间会不会冲突？不会冲突。美国有八个字的指示，叫做和平稳定无缝接轨。所以他们接近款哈，各讲一摆，一定要和平稳定啊，无缝接轨，卖计较啦，直接苦口婆心跟您讲，迄安排去警察抓到吼，啊，当心卡电话啊，秘书长，啊，我去抓到，我抓到啥？我安排警察甲我查落来，啊，我讲啊，你是挂安排白白做迄个，还是干那挂安排？哎、欸，啊，我都干那挂安排。我你警察有警察，迄个手机有警察。我甲警察讲啊，警察同志，你听好清楚，甲开，罚较侪咧，我紧。啊，跩手机嫌疑，伊讲哦，你秘书长叫我甲你开较侪咧。啊，五分钟以后，打电话给我甲讲，啊，你有罚无？伊讲无呢，无甲罚呢，是安怎？你秘书长讲甲你罚，所以我唔免甲你罚。你秘书长甲你罚了，所以我要讲吼，警察伊嘛知影台湾民政府，伊嘛不爱直接跟我们发生任何冲突，所以恁咱呐，卖假哦，照美国的规定，爱安那做就安那做，安尼好唔好？明仔再继续。